难道说是解放者要出动的时刻了吗？看 4K 的，没有，我没有看那个什么影片呢。干肚真的有点痛哎，怎么办？好，王虫飞进来侦查，这个叫什么？Lambo 是？他这怎么念啊？Lambo，Lambo 这边有看到那个先知飞出来啊，不行，这个好影响我的。思路哦，Lambo，哎，哇，这个 Nice 跟那个商场一样，也是直接就定这里哦，看来这效果显著啊，这效果还不错，连卵都定了。发出杀气，没有，是发出那个金色光芒，还有音效这样，叮。哎，这个不重开噗噗吧，再来定一次哦，都同一个角度哦。其实我最近也是都定这个角度比较多，就是定在那个瓦斯跟矿中间那边。对，你可以连他的那个幼虫一起定，他幼虫被定，他就没办法做东西，这还蛮猛的。等于是你放一个禁制一场，你杀了三只幼虫的感觉。但他如果说没有幼虫的话，就没有用了。这两只
先教师这样进去杀两只魔弹。好，继续爆先知。什么？我觉得打这个 Lambo 皮卡丘，这样爆先知有搞头。哎呦！马萨卡，哎呦，感谢，感谢 GALDSON， 感谢十五等干爹，感谢续订，这怎么了？是谁断线了？解放者忍住不解放。哦，好像可以继续了 ，Go Go Go！ 阳宛如金色狂风一般席卷而来哦。哇，这直接从狗上面飞过去啊！这没有先清哦。哇，我觉得他这样凶多吉少，这感觉对方就是知道你要这样打的感觉，不然就是已经有遇过了。那虫族的应对蛮好。皮卡丘。哦，感谢小胖哥，哇，小胖哥，感谢感谢订阅。感谢小胖哥，这现在还要找机会切入啊，但是几乎没有赚到东西。然后这边要转成提速狂加，应该是会转提速狂白球组合吧？我看一下啊。啊，没有没有，他的 VT 才刚放哎、欸。能防先知，剩下多妈开局，应该说多妈开局比较好防，不然你防空塔你要你盖了你也不一定守住啊。当然防空塔还是要啦，后虫加防空塔这样。哦，已经哦，对方这个。侦查很到位哦，这狗六竟然看到对那个 Nice 的提速狂哇，这个太刚啦，而且还被定被漂亮的定了一下，有点刚，有点刚，哇，亏翻了，亏翻了，GG。你也挣扎一下哦，我真的觉得太早G了、欸，这个 Nice 的G点太快了吧？我觉得这个G点来的太快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们重看一下哦，他这一波。看一下、哦、他这一波先把他的先知散开，因为他知道对方有那个感染虫，对，那这边是掠过那个防空塔过去开打，然后就他的狂人是被定了，狂人是被定，所以第一时间狂人是没有晋升哦。好，这周晋升，后面还有很多部队在打别的地方哦。
他这个G点真的太快了、哦。你们自己，你们仔细看，我来分析一下。你看，你们看一下双方的经济。其实 Nice 这都是市况，对，虽然说对方也是市况啊。我说实在，就算这一波，就算这一波的兵死光，对不对？他后面还有一点兵啊，他这时候两颗白球还没死哎、欸，他两颗白球还在后面，还有一些兵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他太早 GG 了。这太早 GG 了，真的太早了。看来 Nice 应该有他自己的想法、哦。这个 G 点，这还没到那个 GG 的点啊。我觉得他应该有其他的想法，或许真的是抓放，你知道吗？抓放哥，台湾抓放哥 ，nice。传说中每一场比赛都会全力以赴，认真思考是否要抓放男人。好，来，工兵开场，卤了一颗那个水晶走、哦，这是为了要击溃对方的信心。对，开场先把你5块钱偷走，让对方觉得，哎呀，我开场就亏5块钱了，怎么办？我会不会因为这5块钱，对，后面就差这5块钱输掉、哦？所以 Nice 打从一开始就在打心理战哦，非常厉害。你睡着了，干！我就说这配乐不行哦。等下这配乐不行啊！来，我来换一个配乐。等一下、哦，我来换一个配乐。换一个你们大家都满意的，我自己很喜欢的配乐。好，来吧。
好。我身上这件其实要洗，反正我也没开视讯，我就把衣服脱了吧。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。嗯，裤子也要脱，不好吧？好吧，裤子也脱好，反正没有开视讯。哒哒哒哒。啊？那就我把你再脱就好。会吧？会。好。好。这个教室这边飘进来，其实有个小技巧，你不一定要飘矿区，你飘矿区几乎是有去无回的哦。所以你在第一只先知教室进去的时候，你可以飘在那个主矿的边边角角，这其实蛮多人都会这样做。当你飘进去以后，对，你就稍等一下，然后再往外飘，然后往里面走，你的教室就可以全身而退了。好。先知出来了，那虫族这边继续性很好，3分40秒，3分73，他3分30几秒就已经放了，3分30几秒之后放了那个防空，男的露内内会被关金字塔吗？其实应该是不会啦。部队波浪符，波浪符起床，波浪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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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叫做波浪符。靠滴答点的，感谢滴答。所以 Nice 的比赛要搭配德哈卡的声音，还有麦当劳叔叔的声音。好，好，从这边开黄金矿哦。那 Nice 看起来一脸就是要再打一波的样子哦。他这一场，因为他上一场的工兵其实补到六十多只了，他那个已经不算是三矿一波了，没那么强威力。那 Nice 这一场的 timing 是比上一场早很多，然后三矿没有开五六七了，一颗白球，两只狂人。只要直接在前线刷狂人了。好像有点机会啊，这把，哎呀，刚那个毒爆，有，哎，喂，白球死了，哇，超赛，剩下87人口，刚那个毒爆，哇，毒爆太精锐了，哇 ，nice， 这场我觉得商场比较有机会哦，这场一开始乍看之下还行，但被那几颗毒爆炸的有点多东西啊。有谁在关心比赛吗？抱歉，在下我有关心比赛。